上大师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刚起床就上大师了，再快也没有那么快。希望白天能上个大师吧，晚上我们的目标打个80分啊，差不多了。今天这个完美的计划应该是这样，虽然比较难做到，但是还是多加油吧。啊，这个眼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没放进去呢。算了，我也前期进攻不是很强。嘿。哎，没看到岩雀的位置。我操，想搞花的。你不走，你要死了呀。真不走。退了，退了，退。开技能啊！你倒是推呀！我现在被卡住了，等一下。啊！给他痛，给他痛，给他痛！这死哥不开技，早点把线给我推了，很亏的啦，这样。早点推了，我不就舒服了吗？这经验又给你吃了。他不开 E 推线的，他应该开 E 早点直接推的。不想吃你兵啊！对面有 T 的，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让了。先放过来，他要比我早很多升六级，所以说现在就是等啊，静观其变，让他把线推进来，我卡不住的，都快六级了，这个兵升六级。
就落了一刀，还行的，还行的。赚了，我可是为了这个 buff 鞠躬尽瘁呀。我咬不到他呀，鞠躬尽瘁呀，我这不真是尽力了，该干的事情都干了，咬不到他，两束血卡距离了，咬不到他，这波抓紧推线能够吃一层回来，应该刀还行吧，就是这个炮车又补不到了。等级有点亏啊，卡皮亏了一层还能接受，等级有点亏。但死哥养的还是比较放心可靠的，其实也还好吧，他换血不算太亏，他吸不了血，这个线我能控住，那就不好打，看有没有果子吧。装逼呀，非要装逼，你别看我八级，你别以为我没伤害，应该没空来理我。
感谢蓝老板的一个超大魔法书，谢谢老板的超级大魔法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大气了，感谢老板的魔法书，谢谢。嗯，对线还行啊，这鳄鱼这英雄对线就强啊，他只是打团中后期有点拉胯啊，对线还是没什么问题。这波杀回来了的话，等级就追回来了。他没闪，我刚刚还好。这就是鳄鱼的团战能力，他没闪，飞鱼搞什么啊，机器人不过机器人换永恩的话也算太亏吧，走就行。鳄鱼前期小团还是非常的猛的，死哥在后面给死哥的人头啊，我们不要人头。死哥他是一个稳定输出的英雄，就是拿头就能打伤害的，拿头就加法强啊，哪怕他打到后期就最笨的办法开个大招伤害也很高啊。我们不要拿人头啊，反正我们已经有三个头了，发育也很好了，能让就让啊，让不了没办法，让还是能让一下。不会留下任何活口，你看又在闹，哎，红鹿咬住一个 Q， 还在闹啊，还在闹，要不算了吧，这样不赚。上塔给下了，再来个深渊面具给死哥加伤害啊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
吧。你不会要操作我吧？我真是受够了，还在闹。他居然不走，疯掉了。嘿，假装我是一个野怪。打不过来就算了。这也叫踢啊。他标上我的脚，可以反杀他的，死了，闹麻了，在干什么？这永文偷袭我，闹、no!。你看，又急。炸完了呀，打这个就行，其他两个都炸死了。啊、哦，可惜。我应该直接反手咬他的。我这两件套打我挺痛的，因为他们 ADC 都会带一个符文砍倒。没闪，已经死了。要不我们卡时间差打大龙吧，怎么说，我觉得可以卡时间差打大龙的。我有闪，先把大龙下了。一秒的呀。
真能打，为什么打不了？包能打的，看照吧，真行，真能打后面们。我咬到了，但是我被永恩给带过去了，这好可惜啊，我咬到了对面 ADC， 但是永恩那个大招把我给带到另一边了，我是可以秒对面 ADC 的，双周都给了，刚好 R 把我拉过去了，很尴尬。被银雀卡视野抬了，他应该在这里抬的啊，他在这里抬这里了，看到我们在里面了吗？我打不到了，那等小龙吧，打不起来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感觉没那么快，那十六呢？嗯，怎么感觉要来抓我了？多了个泰坦。叫我们 AN 去吧，啊，人呢？
蒸发掉了，各位。你在干什么？看啥看戏？那不能过去啊！对面五个人，我过去直接就被秒了。鳄鱼怎么打团？还是有很大学问的呀！你别看我在 OB 啊，我不能过去，我过去他们，我操，他们直接融了我呀，扛不住我的现在。又不是第一天玩，现在是什么版本？秒人版本，我这是虚肉啊，虚胖啊！我上一波1000块都被打死了。两下就打死了，怎么还何况现在扛不住的。有个攀升的 Q 啊，哎，好，收到，开大他死了呀，死了吧，啊，哼，大半管血直接炸死了。过来，兄弟们！双招杀不住是吧？哎，不玩，不玩，不玩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我要下一把。能结束就结束，能大龙就大龙，能不浪就不浪啊！现在稳健的有点不像个人了，我已经。